好，来看一下有龙的传人，他的链接技能已经调整，他是对 boss 会造成4%的伤害，然后如果目标是 boss 怪物来了，他这个会叠加2%，每一次叠加2%，最多6次。然后叠加时间是每次2秒，然后持续5秒。也就是说，你可以有16%的 boss 攻击力。但这个还要打到怪物才触发。好，来看一下他这个技能的使用。他用一次，他叠加这2% boss 伤害。哎，现在137了。139，141，137。好，现在141。然后你保持打 boss 的状态，你就保持141这个状态。如果你断了之后，它就降到129了。那也就是13%。12%，12%。还是这样子，它就有点类似于，无影圣经使徒还有魔炼影石，它的炼制技能，它是一种叠加式的一个炼切技能。好，这个龙的传人的炼制技能先看到这里。